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讲一些早春雷强的标点，好吧？早春由于这个温度，鱼的活性不够啊，我们适当的找一些这种小塘口，啊，水深不是太深的，浮萍塘也好，鹅叶塘也好，包括有一些拜的这种雪花山塘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然后呢，你们看前面这一片标点，其实这些酿水洞啊，不见得有多好，反而不能忽略的就是塘口的这些边啊，所以说到塘边的时候，尽量就是说离岸边远一点，先把边收一下。往往早春的时候，因为旁边的水浅，鱼啊它就躲在这个岸边这一块啊。然后像前面这些点的话，嗯，杂草大酿水洞啊，我们可以先放开，然后呢可以收一些像这些藕根旁边这些，就是说看起来这种洞很小的点，往往鱼反而会躲在这里。希望这个讲的对新手朋友们有用啊。